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至玉里镇玉水郡湿地公园进行生态参访，镇长蔡秋龙代理玉里镇公所相关科室以及花莲县府及启摩里里长陈文祥为第九河川局解说玉水郡湿地公园的发展现况以及未来蓝图规划。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到玉里镇玉水郡湿地公园进行生态参访，镇长蔡秋龙带领玉里镇公所相关客室与花莲县政府以及启摩里长陈文祥为第九河川局解说玉水郡湿地公园的发展现况以及未来的蓝图规划。到验收阶段，如果做好以后呢，大家就是欢迎大家有空常来玉里玩哦。来玉里不单单刚刚讲的不单单只是吃臭豆腐、玉里面啊、吃完之后都可以来，当然消化消化啊，看看风风景哦。山上有吃科山，好、哦，山下就有我们玉里镇的湿地。玉水郡湿地公园坐落在玉里镇的启摩里，拥有抱水环山的优美景致，也常是四海八方游客前来玉里时必然造访之地。在县政府环保局以及公所的共同努力之下，目前玉水郡湿地公园改善工程即将完竣。玉里镇长蔡秋龙表示，期待湿地公园成为玉里远近驰名的地标以及别具特色的迷人景点。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